Hello，各位好，我极度不专业，欢迎收看极度不专业 DIY 教学。好，我们开始吧。OK， 那事情是这样的，这台野狼啊，有没有？之前上次出去处理事情，哦，就中钉了。好，一颗十字螺丝啊，对，你看一下胎压还有没有？轮子有点硬了，不确定。好，那顺便跟大家提一下，如果一开始中钉了啊，一开始中钉，你手边没有工具，千万不要把它拔出来哦。你可以骑到最近的机车行，然后请师傅帮你拔出来补胎。那另外，在整个胎面啊，哦，中的钉，哦，靠近这里的我不敢讲啦，但是在这里，哦，你可能这边这里到另外一边的这个地方相对位置，那它都有办法补起来。另外肚子这边的，哦，我们胎腹这边的，这边就没有办法了，哦，这里如果中了就没有办法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补胎。那如果你是挡车的话，哦，很方便，哦，我们就先滑到一个，欸，我们觉得好补的位置，哦，我就在这里。好，这个时候啊，来，我们录一档，等一下，好，录一档之后，轮子就好，这样前后转不动了，好。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打气，哦，其实刚刚就可以先打气了。那我这个是因为中很久了，哦，所以来补一下，哦，欸，没漏哎，好，接着我们使用血口钳，把它夹出来。哎，欸，好，有机会哦，有机会，感觉没有中哦。确认一下，喷个泡泡水啊，看一下会不会漏气啊。好，那没有气流出来，那这次应该算是我赚到了。好。看一下，哦，哦，这颗螺丝啊，哦，再撑一下吧。这条用我刚来工作就换了，大概要用了四五年有了。OK， 那就先这样了。跟各位提一下，这种螺丝啊，记得要收好啊，哦，不然到时候啊，哦，又扎在你机车轮子上就不好了，或者是扎在别人轮子上就不好了。那我们就把它丢掉吧。OK， 好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下面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加分享，记得什么？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